今天不穿黑色皮衣，今天改穿棒球衣，还印有 NVIDIA 字样，回答执行长黄仁勋。美国时间25号现身 MLB 运动家队主场的旧金山台湾日，而且还要登上投手丘，场边加紧练习，当然重要。人生首次开球的黄仁勋也没漏气，球顺利投到运动家投手弗格森的手套，全场观众热烈欢呼。That was so close. Anything gonna happen, you guys? 值得一提的是，黄仁勋穿的93号球衣似乎别有巧思，意思可能就是挥打成立的1993年。除外，黄仁勋还走到台湾区帮群众签球帽球衣，抢足球场中镁光灯焦点。这是夏蜜瓜，台湾送，邓雄送。当然，旧金山台湾日就是要够台湾味。台湾饶舌歌手大只也登场表演，嗨翻全场。让眼睛为之一亮的还有台钢啦啦队 Wing Stars 穿上运动家球衣表演开场舞，另外还有乌克丽丽演奏家彭毅演奏美国国歌。从观众席来看，人真的很多，估计多达4000名球迷到场参加，比去年的旧金山台湾日还多一倍。黄仁勋的登板开球更吸引不少人前来，而黄仁勋下一站预计将出席台北的国际电脑展，届时必定同样备受高度关注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